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啊？網媒加山傳播咧，喺上個禮拜四，即係四號咧，宣布遣散所有喺香港嘅成員。除咗呢一單新聞之外，亦都有另外一單相關嘅新聞係出現咗嘅。立場新聞嘅總編輯鍾佩權啊，尋日就透過個人嘅 Facebook 喺博客立場嘅群組出咗個 post 話咧，因為家庭原因，11月1日開始辭任咗立場新聞總編輯呢個位嘅啦。呢個位咧就會由副總編輯林兆彤係署任嘅。衷心多謝大家多年嚟對立場新聞嘅支持。佢係咁講嘅，佢話啦：我有幸通過立場呢個平台係結識大家，分享大家嘅文章。获益良多，希望大家继续支持立场新闻团队成员，他们善良、真诚、坚毅，能够是曾经同他们共事，我深感自豪。这么说的林兆彤昨天回复查询的时候就确认了鍾佩权是在11月1日辞任了总编辑，就由他来署任这个位置，但是其他的事就没有再补充了。香港记者协会主席，他也是立场新闻的副采访主任陈朗星就说，尊重鍾佩权的决定，其他的事都没有什么再补充了。鍾佩权在立场新闻创办的时候已经是在公司了，他的位置都是相当之重要的，他的离去对立场新闻就一定是有他的影响在这里。不过他的决定一定都是经过深思熟虑，而且一定是有必要性才会这样做的。立场新闻的员工接受访问的时候，大多数都表示理解他的决定的，还说是会继续努力做下去。鍾佩权的太太陈佩敏呢，现在都是牵涉在另外一宗官司当中的。陈佩敏就是前苹果日报的副社长，警方在6月17日搜查陈佩敏的住所的时候，就用国安法来拘捕他，还带走了3部怀疑是属于鍾佩权的电脑。陈佩敏被捕之后曾经是获准过保释的，不过在7月份的时候保释就被撤销，而且是被控以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，一路是还押到而家。大家可能都会记得立场新闻在今年的6月27号在网上是发了个公告，说今年5月中止入职以上半年的员工的雇佣合约，就以高于法例的要求补偿额是结算年资，定以不低于 年原有的条件签订新的合约重新聘用，而绝大部分员工都是留职的。另外就将5月和之前刊出的博客文章、转载文章和读者投稿的这些评论文章都还是全部是暂时下架，还是停止接受赞助，亦都停止接收新的会员。当时就说个财政储备是足够应付9至12个月的开支。公告亦都提及母公司的6名董事，包括吴凯仪、何韵诗、方敏生、连月增、余家辉和周达志，都是接受了建议辞去了董事的职务，其余两个人蔡东豪和鍾佩权就是留任的。立场新闻究竟能够营运多几耐呢，仍然都是一个未知之数。我相信大家对立场新闻的前途都未必是感到会太过乐观的。还有另外一则有关传媒的消息的，我们伟大的广播处长李伯全上任之后呢，就做了很多整顿港台的工作，很多港台的节目都是先后被抽起的。其中一个就是31台的学术清谈节目，叫做午夜广场。这个节目也是在今年6月28日就被腰斩了。
午夜广场是在2017年首播的，有五大个主题的，包括有什么呢？哲学有偈倾，文学方，学人讲经济，历史是这样说，和真是好科学，内容涉及文史哲和性别等等的话题。其实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腰斩这个节目，我见不到这个节目有什么这么大的争议性。你甚至可以说这个是一个开启文字的节目，同埋咧係非常之符合香港電台約章嘅宗旨。其中哲學有偈傾嘅節目主持人啊，好青年圖讀室嘅成員咧，就宣布啊，以原班人馬自家製作、自己經營一個全新嘅節目，就叫做哲學係咁傾。四位嘅主持人咧就包括楊俊賢、李康廷、關浩全、李敬恒、邝俊文。日前咧，应该系5号啦，喺 Facebook 咧就上载咗预告片，表示啊，由2017年开始拍摄咗5季，一共系132集嘅哲学有偈倾，认为哲学咧系可以咁倾落去嘅，就表示咧，即管尝试下合众人之力啊，做到一个属于佢哋自己嘅节目，一个唔怕俾人腰斩嘅节目。啊，即系话咧，一个系乜嘢都冇有怕嘅节目，希望咧系可以好似过去5年咁咧，继续系逢星期一起讨论下哲学嘅问题。团队咧就话希望试拍1季30至40集嘅节目，就想筹到60万啦，即系平均一集咧系15000至20000不等啦，差唔多呢个价钱啦吓。喺众筹发起10个钟头，真系好快吓，就已经系筹到57万。最终咧喺晚上近12点嘅时候咧，就有1255个人系课金，筹得咧超过目标嘅60万啦。不过呢一类众筹活动咧，真系唔知仲可以做几耐啊！因为都有啲嘅传闻咧，就传出嚟咧，就话咧政府系有压力啊，系需要规管一下呢啲众筹嘅活动嘅。哲学系咁倾嘅团队咧，之前就上载咗第一集叫做啊。我迷失在这场哲普游戏中，上到去 YouTube 讨论哲学普及的价值和限制，给观众能够先睹为快的。大家有兴趣的话，不妨都可以去看一看这个节目，我就一定会想先睹为快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dy 周国贤。啱啱上完 Stephen King 呢个节目，我觉得好似重新检阅咗自己人生一次。由啱啱出道之前，整个人生嗰条 timeline 好似快速地睇咗一次。亦都系我谂入行以嚟。一個都最深入的訪問之一啦，係啊，好多謝 Stephen 邀請我上嚟依次嘅interview。Thank you。其實智雲頻道除咗 Stephen King 之外，仲有好多頻道，大家記得 subscribe 啦噃。事情我已更清情，算我早于安定，但现
作使命，由此再一次年轻，让平庸的躯体起革命，就当来换你尊敬。是个事实，面对现实，风采照片里不失，想得太多，捉得太紧，才狠心。无求什么，不必失落，能为你唱一首歌，可感动过，有幸淡然结识过，还未轻贺。无求什么，今生不枉过，意外也许尚有几个，不要傻，再会时更健壮。生有时，死有时，今日我虽然别你而去，但希望你能够活得更加精彩，认识你已经是我一生最大的荣幸。配个不超罪名，说我不相信，可怪我突然离去，请恕我不自清。无求什么，不必失落，能为你唱一首歌，可感动过，有幸淡然结识过，还未轻贺。无求什么，今生不枉过，意外也许尚有几个，不要傻，再会时更健壮。无求什么，衷心希望，想起我可否放声高歌，假使为我暗地默然痛伤过，难受又如何？无求什么，今生不枉过，意外也许尚有几个，请不要傻，到再会时更健壮。不要傻，再会时更盛放。无求，无求。冯咏琪作曲填词，多谢 Stephen， 多谢你，哇，哎。